谁呀？谁呀？是外边声音吗？不会吧！谁呀、啊，老公？没谁、啊。听得真真切切的，还有鬼啊！可能是兔兔吧。哎，赶紧进去吧，别着凉了。红心，红心，你是不是想找抽啊？你个混账孩子！哟，这眼睛怎么都肿了？天塌了，地陷了！那倒好了。不是，刚才我还听王大姐说你儿子办喜事儿了，我这正准备着吃喜糖呢，怎么就天塌了地陷？还喜糖苦酒到底怎么了？告诉我，谁欺负你了？谁要敢欺负我老姐，看我不削了他。哎哎哎，你别老哎哎的行不行？你再这样我不陪你了。不是说的，等会儿啊，我还得去合唱团呢。对了，刚才我们几个老姐们啊商量了一下，准备搞他一个老超女比赛，你参加不参加？唉，我那儿媳妇啊太难伺候了，我这一天三顿饭够累的，她还不满意，一会儿咸了一会儿淡了，放油多了吧她说影响她减肥，放少了吧她说我抠门，你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办，死的心都有。老姐，老姐，怎么比我们家那前儿媳妇还难伺候？你儿子啥态度？啊，对我那原来那个儿媳妇可厉害了，现在整个一个三孙子。看看看看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，你必须得把你儿子拿下来。怎么拿呀？让他向我儿子学呀。我儿子说了，媳妇儿多的是，老妈就一个。那是你儿子，我儿子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呢？都是当儿子的，都是咱们身上掉下来的肉。哎，我教你几招。教几招。这第一招啊，装病咬死了，就这儿媳妇给气的。第二招啊，欣欣，妈，哎，昨天奶奶打电话给我，我都担心死了，家里怎么了？我爸他打我，为什么呀？被他小老婆挑拨的，我就是要气死他，别让他以为你好欺负。奶奶还以为是我教你的呢。我说了，是你教的。这小妈真是怎么都说不清楚了。谁让你答应和我爸离婚了？谁让你离婚了又不要我？我不是不要你啊，这不是爷爷奶奶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欣欣，你乖、哎。疼。你爸打你头了？我爸他不仅打我头，差点把我脖子都拧下来了，他踢我腰还踹我腿。妈，反正我告诉你，我马上就要小升初了。你要是忍心看我爸天天这么打我，连他小老婆欺负我，我肯定考不上好中学。别胡说啊你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眼睛都肿成桃子了。哎呀，你是我的心啊。谁呀、啊？
我是你的心肝宝贝儿，那这大蚊子不还手啊！鸡不跟狗斗，好男不和女斗，他就没上过几天学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好吗？嗯，乖。没文化，没素质，他就是一泼妇。哎呀，行了，是不是啊？没文化，没素质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你说呀，说，说，说呀！泼妇！呸！巧了，这么有钱也打车呀？啊？哦，良心发现，还我钱。可以，那你先送我去个地方。还是先还钱吧。先送我。那算了，我还是找你老公要。我投诉你，你拒载。再见，三姐。你，你混蛋！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齐了。这是一千，拿着。一个方面呢，就是你儿子那车钱我还给你，另一方面呢，就是那天咱们送医院的那个受伤司机的那个医疗费钱。你要说那个司机的花销，咱俩一人一半，那天在医院花了600多，你给我300块钱就行。我发现那个大妹子啊，不叫大妹子，你就拿着吧，好不好？这钱本来就应该是你的，为什么都是我的呀？你不经常说我不爷们吗？我今天就爷们一次，我求求求你拿着拿着啊！我之前是不是错怪你了？你当然错怪我了，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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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那个至少我儿子车费我是一定要给你的。我刚才不都求你了吗？你就拿着吧，我这个人我知道我自己的问题。我在钱的面前一般是坚持不住的，你赶紧装起来，就当你儿子是我儿子啊！行啊，都当爸了。哎，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啊？你暗地跟踪我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跟踪你？笑话。不是，是不是我先来的，你后到的，这是不是事实？行，你要非说我跟踪你，那我就跟踪你了，怎么着吧？我就要看看你们这对狗男女到底是怎么勾搭的。哎，谁是狗男女啊？这我不知道，这得问你自己。他是来给我送钱的。对啊。听，这都送上钱了，你们这关系发展得够快的呀，啊？哎，你少血口喷人啊！我们光明正大。哦，对，光明正大。这都当着孩子他爸了，送钱也是应该的。你光指他干什么？你说话呀，你说说你来干什么来了。我和你一样，我都懒得搭理他。得了八艘的耳朵还镶金边的，真的假的呀？啊？还老板呢，还老板娘呢。老板后娘你也是。你随便说。我今天心情特别好，我不跟你们计较，
啊，对了，刘小站，我今天是来找你，我来找你说说你儿子冯鑫那个事儿。你看看，现在他就有爸，我就请你们赶紧把他接走。你说你是他亲妈，总比我这后妈强吧？那有爸有妈，怎么着也比有爸没妈强吧？你说呢，刘小站？你是说你要让我把冯鑫接回来？对对对，非常对。你把他接走以后，就你们过你们的，我们过我们的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我还祝你们合家幸福。你别插嘴，什么合家幸福？我问你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，还是国强的意思？你少国强，国强的，国强是你叫的吗？你跟他早就没有关系了啊。那我公公婆婆知道这事儿吗？那也不是你的，是我公公婆婆。你能不能跟泰森的一下给他弄 KO 了啊？没你什么事啊，看看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就是你们儿子冯鑫弄的。我儿子？好好好，你儿子冯鑫弄的这东西整天咒我死。孙媛媛，这绝对是你多心了，这个不就是他看的动画片里面那个小人吗？好，那是看动画片，这个呢写着我的名扎着针呢。看看你自己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儿。孙坏人，你笑什么呀？你笑不，这星星肯定不是有意的，他这不开玩笑呢吗？那这就是你教唆的，是你教唆的吧？我当然不是我呀。我们结婚那天，你就叫你儿子整我们，让我和国强丢尽了脸。啊，还有你也是同案犯，还有你们儿子冯鑫，你们三个都是一伙的。整天在一起设计阴谋诡计，我告你诬陷罪，你信不信？不是，孙爷爷，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？你凭什么诬陷人家周师傅啊？哎呦，这就护上了，这喊不出来什么金贵玩意儿啊，不就一开出租的吗？哟，你说谁是玩意儿呢？啊，我开出租车怎么了？我开出租车，你刚才不还哭着喊着打我出租车吗？我们靠劳动挣钱，光荣。你看看你搬块豆饼，你照着自己，你破坏人家家庭，你抢人老公，你还好意思说你什么井水不犯河水？谁井水谁河水啊？人家是河水，人家是主航道，你才是那井水。你这家从底下阴了吧唧你就上来了，你往人河水里掺和，啊？你是黄鼠狼放屁，你没什么好味儿，你知道吗？粗俗！你跑什么跑？小市民！人家接电话去了，小市民，站那儿去！人家在执行公务呢。我知道。站那儿去！你喊什么喊？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啊？你多媳妇儿啊？你多高级呀、啊？你高级市民，我们这脏乎乎的。可别把你这高级市民给你弄低级了，你穿个床单你就出来了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名牌。这什么名牌啊？跟你说你知道吗？你说。Gucci LV Prada。 你应该哭泣，你应该痛哭，你还好意思？我什么不知道啊？我不没玩过扑克啊？什么勾嘎 K 我不认识啊？我懒得跟你说。你不用说，我也改主意了，干脆你坐我车走吧，正好我发票也带回来，让你老公给我买单报销。行了吧你，接着往哪儿跑？你别跟着我，接着，你别跟着我，跟你老公说，赶紧给我买单。你别跟着我，小市民。